年相亲一定能成功，明年就有人管我叫爸爸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叫琪琪，对不起，路上堵车拉晚了。没关系，咱们说正事儿。结婚以后要不要孩子？要几个孩子？要男孩还是女孩啊？跟谁姓？这个得我说了算。我身体不太好，可不可以不生啊？如果你妈和我掉河里了，你先救谁呀、你不会是 gay 吧？不会是来骗婚的吧？告诉你啊，房产证上必须加上我的名字，而且婚后不能和你父母一起住，你不能有外遇。如果离婚的话，财产全部归我。你像这些，你同意吗？我有3亿。咱们登记吧。子孙。你好，我叫 Lisa。你好，我叫郑明。我们结婚之后，生不生随你，保大的跟谁姓都行，生来生来都一样，不能生也无所谓。我妈会游泳，我不是盖，没有艾滋，房产证加你名字，不和爸妈一起住，不嫖娼，不吸毒，要是搞外遇，我净身出户，逛商场，买买买。神经病。长这么帅，怎么相亲总是失败呢？你有钱吗？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？你懂女人心吗？我懂男人。那你还懂？跟你说，我老婆吃饭超爱点菜，每次看见菜谱有嘛点嘛，而且她还减肥，她不吃，全都让我吃了。一个月胖了20多斤。我那女朋友也不赖，她特别喜欢我陪她逛街，我俩一天能逛50公里的街。我这一月下来瘦了20斤。全当减肥了。你能吃光老婆给你点的菜吗？你能陪女朋友一天逛50公里的街吗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亲爱的，看哪个？看咱俩昨天晚上没看完那个。电影院不能放。哎呀，不嘛，我就喜欢看大屏幕的，清楚。那就来两张小丝带。试试。看什么？小五代，三十。宝贝儿，咱们看什么呀？只要和你在一起，看什么都开心。下一个。你是吴小丽介绍的丹尼斯吧？是啊。哦，你是郑云。对，咱们先去看电影吧。好吧，走吧。喜欢看什么？像我这么文艺范，当然要看小六代啦。买2张小六代。卖完了。小六代票卖完了。我就喜欢看小六代呢。哎，您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搞到票 ？VIP 包厢可以吗？贵吗？1200，1000。有没有便宜点的？哎哎，你竟然带我老婆去电影院帮忙看电影，把我一年的年度3000都用完了。那是你老婆。下次换一个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这怎么这么破呀？去看电影吧。看电影干嘛跑这么大老远的呀？便宜。票多少钱？20。这么便宜？20块钱一张啊？20块两张。我们不会被骗了吧？怎么会呢？万达一电影城，我们这里最大的。万达有这么便宜的票吗？哎，到了。你们两位看电影吗？什么电影啊？万大爷传奇。这个万大爷呀。怎么了？我这电影城开10多年了，你们看不看？不看不看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呀，他这怎么有狗？不看电影就放狗。你睡了，你他妈太不要脸了！你竟然带我女朋友去看我爸跳艳舞，那是你爸？是啊，跳得挺好的。我女朋友怎么样？